关注大马，掌握国际，欢迎收看 RTM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黄康欣，首先带您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希望更多私人界与政府机构合作，培训人工智能 AI 人才。涉嫌在哥打丁宜巴西英丹原住民村倾倒废料造成污染的五名嫌犯被押往法庭面控。GISBH 一名男监护面对四项控状全部认罪，被判监禁十年，并坚守良好行为。新闻一开始来关注轰动全国的全球兄弟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GISBH 的案件。一名男监护因为被指虐打三名儿童，面对四项控状全部认罪，这名男子被判监禁十年，并坚守良好行为。换个焦点，吉打州务大臣 Dr. Sri Mohammad Sanusi 被指在2023年7月11号在雪州俄麦进行州选时言语失当。对此，雪州苏丹 Sultan Sharafuddin 殿下表示，已经收到吉打州务大臣 Dr. Sri Mohammad Sanusi 的官方道歉信函。随着萨努西早前在达鲁阿曼州行政大厦主持州行政议会，在记者会上向雪州苏丹殿下公开道歉后，雪州王室办公室星期四证实已经收到萨努西发出的官方道歉信函。雪州王室办公室26号早上在 Selangor Royal Office 官方脸书专页表示，已经收到萨努西发出至期为2024年9月25号星期三的道歉信函。萨努西在道歉信函中主要是请求雪州苏丹宽恕他早前发表过的言论。萨努西在信中也承认他不适的言论伤害了殿下的心和感情，因此他对自己的言论所造成的所有负面影响深感歉意，并表示他无意嘲讽尊敬的雪州苏丹殿下。萨努西早前因为涉嫌发表被指有辱和不尊重雪州苏丹的言论，抵触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条一款 A 项条文而被提控上庭。根据王室办公室发布的贴文，还附上了萨努西在早前寄往雪州王宫的官方道歉信。据了解，萨努西这一次是第二次向雪州苏丹道歉，第一次是在去年的7月14号。首相兼财政部长 Ratsri Anwa 表示，为了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政府希望会有更多像国库控股等私人界的参与，与政府教育机构和技职培训机构合作，以便更快及更有效率地培训人工智能 AI 人才。Deputy Prime Minister Zahid, for example, is chairing the Tibet Council andWe cannot go on with the previous syllabus of Tibet training. The best is, of course, the private sector. So groups like Sanwe should be able to adopt the Tibet in the vicinity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here, and of course, in Tambod, where I represent. Dazi definitely shouldn't ever forget Tambod for the matter.现有的常规教育系统已经无法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更别提如今的高等教育要完成学科是需要以年来计算的，耗时较长。首相是在伊斯干达公主城双威酒店出席2024年投资大马大会上发表有关谈话。首相说，私人界如果能够参与教育、技职、 AI 人工智能技术培训，将大大加强培训人才的效率。他说，不少跨国公司需要守纪律及高效率的高端技能人才，跨国公司等私人界正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与政府紧密合作，培训符合上述需求的人才，以满足未来的需要。另一方面，首相再次触及与邻国之间应该保持良好关系的理念。
他表示，任何国家与邻国之间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焦点，与邻国之间应该建立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政府同意成立贪污印象指数特工队，并将由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hamsul Azri 领导。 Shamsul Azri 说，特工队将分析贪污印象指数调查结果，提出体制和法律改革的建议和策略，包括加强制衡机制。Menyentuh tentang indeks persepsi rasuah CPI, kita semua sedia maklum bahawa melalui kajian separuh penggan rancangan Malaysia ke-12, kerajaan telah letakkan sasaran untuk mencapai kedudukan ke-25 teratas dalam CPI pada tahun 2033 seperti terkandung dalam dokumen ekonomi madani. Selaras dengan matlamat tersebut, kerajaan telah bersetuju dengan perubahan pasukan petugas kas CPI yang akan dipengerusikan oleh saya sendiri. 他是在2024年治理廉政与反贪污第三次全国研讨会致开幕词时说，公务员的思维和工作方式有必要改变，从而与全球变化的速度和资讯技术进步的速度竞争，因为数码技术时代的速度为那些操纵工作程序和规定弱点的不负责任人士创造了空间和机会。他也谈到公共服务依然存在的信任和信心危机，因此他号召公共机构全员并肩协作，确保实践基于问责制和效率的良好治理。他指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面对贪污威胁集体打击非常切题，与政府在应对贪污和各种社会经济挑战方面的承诺和认真态度不谋而合，包括鉴定治理弱点以及政府政策和举措制定和执行过程的贪污风险。他强调，打击贪污务必持续多管齐下，在学校层面通过教育，在体制方面通过各种举措和方案，而在国家层面则通过各种政策和战略持续展开反贪工作。较早前，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Dansri Azambaki 在会上致辞时说，本次会议聚焦农业、建筑、批发与零售及银行等多个领域，并将剖析治理的现实弱点以及相关领域存在的贪污风险。他指出，如果不严正处理建筑业的贪污风险，毫无疑问，相关的其他行业，例如环境和经济，将会更糟。他说，防范和打击贪污的工作需要团队的集体努力。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合作，法贪委会作为负责防范和调查任何形式贪污的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将更具挑战。假如对贪污行为袖手旁观，贪污就会像癌症一样悄无声息、危险地蔓延，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造成社会不公正，甚至危及国家的未来。大马反贪污委员会针对杨忠礼通讯一个精明网络项目的调查将造访多个地点。反贪委会首席专员 Dansri Azambaki 说，反贪委会官员以两大方向展开调查，分别是提供给学校的服务质量以及未向学校提供数据的情况。Azambaki 指出，这项调查需要时间，因为此案涉及8000所学校，当局需要前往很多地点，各方对一个精明网络项目提出的关切都应该被认真对待。Azambaki 是在出席2024年治理廉政与反贪污第三次全国研讨会后这么表示。根据媒体报道，本月较早前，反贪委会突击检查了杨忠礼通讯位于吉隆坡的办公室及一个政府部门办公室，作为对一个精明网络服务招标相关付款申报调查的一部分。根据消息人士称，调查集中在涉及虚假付款细节的27亿令吉付款申报，以及根据2009年反贪委会法令规定的其他刑事元素。然而，杨忠礼通讯的母公司杨忠礼电力则表示，该项目在2019年6月30号结。
新闻电视台找到属于您的角色，成为我们的一员吗？ RTM 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招聘记者与编辑，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精通三语，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即对新闻业充满热忱，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btvmandarin@rtm.go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柔佛州居銮马哥大州议席补选即将来临，当地的印裔选民受挫，成熟且理智地投出手中的一票。马来西亚印度国大党主席丹斯瑞维纳斯瓦任有信心，当地的印裔社群希望国政能够继续守土马哥大州议席。Calon Barisan Nasional kelebihannya adalah dia seorang pemuda, dia seorang yang aktif. Dari sikap dia pun dia tak angkuh.Dan saya pasti bila saya dengar orang bercakap pasal dia, pasal dia ketua pemuda. So, bila dia ramah mesra dengan kaum lain pun, dia kaum lain ni boleh terima. Kita memang dalam masa hari Jumaat ni, kita ada strategi. Dan strategi tu memang apa yang mustahak ni, kita kenal mengundi.他是在居銮锡兰人协会礼堂出席一场多达500人的印裔社群活动时向媒体这么表示。工业和贸易在柔佛居銮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马哥大州议席地区，青年企业家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无论在城市还是郊区，企业家都需要明智地管理他们的生产力。在资源没有大城市那般丰富的马哥达州议席地区，这些企业家更需要胆识去抓紧能够提升经济的机会。经营畜牧业超过15年的 Muhammad Norizam 曾经在发展业务的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年只有4只水牛和10只鹿的小型农场，如今已经发展成拥有将近2000只动物的大型规模。Macam lembu kambing tu, kita tengok pada perayaan korban ke baru kita masuk stok. Kalau macam dah lepas korban ni tak ada, nanti dah dekat-dekat lagi sebulan dua bulan baru masuk stok. Pasal kos makan dia kita tak tanggung tinggi sangat kan. Lagipun bawa kerja banyak tempat, apa ni, seorang agak terkejar-kejar. Jadi macam lembu kambing tu dekat-dekat nak perayaan baru boleh masuk stok. Kalau macam sekarang ni cuma buat kerbau dengan rusa je lah.另一边厢，穆罕默德·尼扎尔感谢协助他发展业务的大马橡胶小原主发展局。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不仅经营化妆品和水疗业务，如今还涉足印刷和爪哇文书法业务。Minat tu
datang dalam diri sebab kita punya passion pada something design, apa, reka-reka bentuk, grafik dan benda tu ialah kita berminat. Jadi saya olahkannya pada produk yang kita hasilkan. Sebab bila kita keluarkan produk sendiri, kita boleh create satu design yang ikut dengan cita rasa kita.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政府提供各种激励措施和机会来协助这里的青年企业家。柔佛州政府也呼吁当地的企业家加入柔新经济特区，从中抓住机遇，成为该州未来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飞跃和催化剂。除了为柔佛州的经济做出贡献以外，政府还鼓励企业家通过各自的协会发挥创业发展作用，尤其在年轻企业家的创业路上扮演他们积极向上走向成功的引导者。下来关注轰动全国的全球兄弟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GISBH 的案件，一名男监护因为被指虐打三名儿童，面对四项控状全部认罪，这名男子被判监禁十年，并坚守良好行为。现年23岁的被告 Muhammad Baru 是 GISBH 位于巴生五吉拉惹一所宗教学校的教职员，他因为鞭打致伤三名儿童而被控四项罪状。被告在庭上聆听宣读四项控状后，表示理解指控内容，而且立即认罪。法官宣判罪成监禁十年，从被拘留的日子开始服刑。根据其中三项控状，被告被指身为中心的职员，也是孩子的监护人，却对三名分别是10岁和11岁的男童进行鞭打，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伤害。至于第四项控状，被告被指虐待一名10岁儿童，使用膝盖按压孩童的胸部，可能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根据控状内容，所有罪行都是从今年6月开始至本月初犯下，事发地点都在巴生五吉拉惹 GISBH 宗教学校。同时，被告的有关行为因为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第31条一款 A 项条文被控，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20年，或罚款50000令吉，或两者兼施。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并没有聘请律师代表辩护，不过他在认罪后则向法官求情，以认罪和承诺改过自新，要求法院轻判刑罚。然而，负责起诉的主控官强调，被告身为儿童的监护人，理应保护儿童，但却犯下虐打致伤儿童的极端行为。为此，他建议法院考虑到案情严重，涉及虐待儿童和公共利益，要求对被告判决的刑罚分开执行。根据早前报道，五吉阿曼警方在9月16号起，针对一则有关 GISBH 宗教学校职员虐打儿童的视频展开调查。警方在先前获救的儿童中追踪到这名孩童。据了解，孩童的父母亲在2021年已经离异。雪州伊斯兰宗教局正在针对612名与 GISBH 事务有关的人士展开调查，直到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嫌犯被伊斯兰宗教局逮捕接受调查，并录取口供。雪州行政议员穆罕默德·法米透露，当局正与警方全面配合展开调查，将对被警方拯救及确认为受害者的386人进行面谈。他解释，共有184人被列为嫌犯，并准备被起诉，另外有42人依然在等待警方调查确认身份。
他指出，当局将援引1995年雪州伊斯兰刑事法第七、八、一零、一二条 C 款和一三条文，以及2003年雪州伊斯兰宗教管理法2016年修正第106和119条文调查所有涉案人士。同时，当局还将援引2003年颁布的雪州伊斯兰家庭法40条和124条文进行调查。法米指出，特别委员会还任命八名特别查案官，继续调查多项涉及 GISBH 相关人士的重要案件。警方逮捕相关人士后，预计雪州伊斯兰宗教局可以将案件提交给雪州伊斯兰法庭进行提控。他补充，雪州伊斯兰宗教局将援引1988年伊斯兰宗教学校控制法令2001年修正第25条文发出通令，查封所有 GISBH 的宗教学校。涉嫌在哥打丁宜巴西英丹原住民村倾倒废料造成污染的五名男嫌犯被押往哥打丁宜法庭面控。五名嫌犯当中包括了两名华裔股东和董事。被带上法庭面控的五名嫌犯，有两名是华裔，另外三人则是印裔。五人当中有其中一人是新加坡籍公民，其余四名嫌犯是本地公民。柔佛州总警长 Dr. Kumar 早前发文告证实，警方已经完成哥打丁宜东南镇巴西英丹原住民村倾倒工厂废料的调查报告，并在本月24号提呈总检察署，获得指示对有关的嫌犯进行提控。三名年龄介于23至52岁的本地籍男子，早前在刑事法典第124K 蓄意破坏条文下被控。另外两名被捕的嫌犯是位于智达城一家工厂的股东和董事，年龄分别为41岁和53岁。他们是在刑事法典第124蓄意破坏条文和第109教唆条文下面控。四名本地男嫌犯将在刑事程序法典第118条文下以担保人的身份作为控方证人获释。本月9号，涉案罗里怀疑将工业废料倾倒入河，导致附近的巴西英丹原住民村的村民陆续出现身体不适，症状包括喉咙痛、恶心、头晕、眼睛灼热、呕吐、呼吸困难和发烧。有关事件导致38名来自10户家庭的村民被迫疏散至附近的民众会堂暂住。根据瓜拉登加楼景区的数据，当地警方今年首8个月接获的多起网络诈骗罪案所累积的损失金额已经超过100万令吉，当中以涉及不存在投资的诈欺案件占大多数。瓜拉登加楼景区主任阿兹利表示，警方平均每一天接获5到6起相关的网络诈骗罪案投报，涉及的其他类型诈骗案例还包括爱情诈骗、网购诈骗和澳门骗局。他再次促请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易被犯罪分子的伎俩所欺骗。Ada makin meningkat, tapi kita sudah maklum penggunaan medsos ni.Bukan kata di peringkat kanak-kanak saja, tapi orang dewasa pun dah semakin popular dengan Maxos, terutama melibatkan Telegram, TikTok dan sebagainya. Dan mereka mempunyai perasaan ingin mencuba. Dan perasaan ingin mencuba inilah yang menyebabkan mereka terjumus dalam aktiviti scammer.阿兹利是在参加大马皇家警察与公共信托有限公司跟瓜拉登加楼渔民协会的合作计划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轻快铁女乘客日前在车厢内遭到性骚扰， Rapid Rail 公司与辅警迅速设局并采取应对行动，成功逮捕涉案的男子。一名女网民本月24号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小红书贴文申诉，指她当天搭乘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上班的途中，在车厢内遭到性骚扰。Rapid Rail 公司事后向媒体回应进展时指出，国家基建公司的辅警26号早上已经成功逮捕涉及有关性骚扰案件的男子。有关嫌犯大约32岁，26号早上大约8点48分被国家基建公司辅警单位的特别行动队伍成功逮捕。Rapid Rail 指出，一名受害者在9月24号向该局投报，指一名男子在吉隆坡中环站往孟沙站方向途中，在轻快铁车厢内做出露出生殖器官的猥亵行为。
当局随后展开进一步的行动。该特别行动队伍在接获受害者投报后不到24小时内迅速行动，成功找出并逮捕嫌犯。该行动显示出国家基建公司辅警的高效和应对能力。涉案的嫌犯已经被带往班迪谷警局展开进一步调查。Rapid Rail 公司同时也将会与警方全面配合进行调查工作。Rapid Rail 作为格拉纳在野线轻快铁的运营方，呼吁 Rapid KL 的所有用户，如果发现发生性骚扰事件或遭遇性骚扰，请即刻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或执勤的辅警举报，以便采取及时行动。柔佛州哥打丁宜县丁加洛肯直区第五国小经传被野象入侵，还踩踏伤人，造成两人惨死的悲剧。该地民众提醒该校后方区域有野象出没，并恳请家长以及监护人的配合，确保学生的安全。初步了解，惨遭大象踩踏的是该学校的两名清洁员工，其中一人是赵导人的孩子，他在事发后不久当场毙命，而另一人则是被学校其他人员发现后不久便伤重不治。对此，柔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林天顺受询时只是简短回应说，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已经接获投报，当局也已经到事发现场展开调查。感谢您的收看，Salam Malaysia Madani，我是黄康欣，我们再会。